为了让民众欢喜过好年，中和区公所和邱凤瑶议员服务处自1月26号起到2月4号举办一系列的春联活动。现场除了邀请名师挥毫，另外也提供灯笼 DIY 等活动，欢迎民众到场同乐。一年一度的新春镇春联活动即将在最近开始，那我们今年请到很棒的书法老师来现场挥毫。那书法老师很棒，而且我们都是客制化的为大家来书写书法。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在现场也会有 DIY 的小提灯。那今年是狗年，那狗年就是旺，在此希望大家能够事业兴旺，家运兴旺，那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把它遗忘。也反应非常热烈，我们今年又加开了很多的赏赐，从以往的一开始的8场、16场到20几场，今年已经加开到37场的赏赐。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到你的活动中心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庙，还有包括中和区公所来索取春联，也欢欢喜喜过好年。中和区长柯敬忠也表示，在1月29号上午9:30，也特别邀请新北市警犬队以及红瓦舞蹈团到公所一楼中庭表演，希望民众在狗年福来旺来，好运一整年。中央新闻林凯君综合报道。